还是我错？你妈！这个苍蝇比这他妈小的可怜。太小了。你妈！我真醉了。好家伙！哎呀，放一下，这个确实是有点。还有这个尼玛，你看我坐的小地方，这不是有坐的地方了吗？顺便看一看这些东西有没有哪个想买什么好的。新品特价，那不报新品特价30块钱。我操！这个图挺好。哎我操！啊，你说这个摄像头吗？啊对，我们上次给他发现的。手机里面有支付宝吗？有啊，扫一下。不对，支付宝让我删。好，漂亮，我手机忘记。别坐在这里歇一会儿，回家。也他妈不饿了，明天早上起来再轮转吧。操你妈，炸鱼炖一下。啊，黑丝开裆连体鱼丸，操你妈！啊，网吧什么玩意儿？鱼丸，操！那个挺大呀，美酒挺贵，200多块钱呢，我操！我去你妈，298！操你妈！谁花他妈300块钱买这玩意儿？再说，还不如直接去找一个了。养眼圈。养眼圈避孕套，真淘3厘米，真长3厘米什么东西？避孕套是吧？是。就是它前面有个东西给你装上三厘米，操你妈！怎么不透明呗？哈哈，这个，快他妈2点了，好好干的骗我了。老弟，黑丝开裆连体网袜。那个我看了。哎呦，啊！杜拜，操你妈！杜蕾斯又是一个杜蕾斯，不对，不是。你操你个妈！差点撞我袜子。我操！哎，帝王喷剂。他们像咱咬出来那个帝王喷剂，我靠妈，这人真没有鼻下买两个，我操你！
Thank you.